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掌柜说霍去病传，今天咱们讲匈奴列传的下集，咱们接着讲汉朝和匈奴之间的那点事儿。上一回咱们讲到，汉朝在经历了60年的和平以后，终于在汉景帝年获得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而匈奴呢，匈奴在经过了冒顿单于的强盛以后，在汉文帝年是吧，冒顿单于死了，他也是到了汉景帝的末年，强大的匈奴开始分裂，走下坡路了。曾经的匈奴，咱们知道看到史书，在冒顿单于的时候可以组成40万大军，围困汉高祖刘邦于白登。哎，在灭月支的时候，肉支的时候，在灭这个肉支的时候，曾经有30万精锐的匈奴骑兵。但是现在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到了冒顿单于的孙子君臣单于的时候，匈奴的军队最多我们看到就是几万人，王庭的部队就是3到5万人，要几个单于联手啊，才能说有一个十几万人的规模。汉朝此刻可是今非昔比，在刘邦那个时候，来四匹同样的四马都凑不齐的时候，是吧？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大汉朝已经可以组成10万骑兵精锐，那就是说20万匹马，为骑兵提供支援的步兵一次可以出动40万，跟着军队的后面啊，搬运粮食的各种民夫加在一起，可以有2-3百万人之多。汉朝已经占据了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到汉武帝建元4年的时候，大行令王恢和韩国平定西南，这个时候可以说大汉朝的内部获得了政治上的统一。同时这一次胜利也稳定了汉朝军马的来源，大量的军马从西南进入大汉朝，在和传统的汉家的军马战马杂交以后，那使得整个汉朝彻底摆脱了对匈奴在军马上的依赖。大汉朝现在是军事上强盛，内部统一，物资充足。而匈奴呢，匈奴在军事上现在处于劣势，匈奴内部又开始是矛盾重重，仇杀不断。这样一个强大的大汉王朝自然不肯再听命于匈奴，如果匈奴现在继续以主人自居啊，不肯和大汉朝做出妥协，那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从后来看，实际上此刻的匈奴在大汉朝面前已经不堪一击。但是为什么这场对匈战争姗姗来迟呢？实际上阻碍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最大的障碍是汉朝内部朝廷里的政治斗争。汉武帝想打是吧，但是大家都不愿意打，所以对匈奴的战争，其实大家看是两条主线，一条是战场上的胜利，汉武帝如何取得的对匈奴军事上的胜利，怎么样把匈奴打得而被迫西迁，这是故事的一条主线。另一条主线就是汉武帝如何通过对匈战争，一步一步的把军权死死的抓在自己手中，并且最终获得了整个政权。没有对匈战争，汉武帝很难获得说那么大的权力。你明白这个，对匈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对外战争，也是对内夺权。你明白了这个，你就知道了实际上是两场战争，你就能明白卫青后来为什么能轻易取胜，可是到最后卫青为什么又下课呢？为什么又不打了？就是一句话，你明白对匈战争为什么开始，你才能明白这场战争为什么突然停止。在军事战争背后总是有一个政治布局，一个政治原因的。政治问题咱们下一回讲，是吧？给大家讲一集
王辉。喊朝大行令，王辉，是吧？掌柜，哎，掌柜给大家说说这场政治斗争。这一回咱们就还是只说啊，只说匈奴。汉武帝发动了对匈战争，可能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说这一打就是40年。汉武帝的一生几乎都在和匈奴作战，打胜了吗？是吧？而且说值得吗？匈奴的地盘在一开始有多大？匈奴疆界的东南边啊，就是现在掌柜住家的这里，是吧？和汉家，匈奴和汉家以阴山为界，北京的八达岭这边啊，我们现在的蒙古、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哎，新疆的一半都是匈奴的地盘。经过汉武帝经过40年的征战，最终把匈奴赶出了河套地区，迫使匈奴的王庭离开现在的内蒙，啊，逃往蒙古的西部。大汉王朝因此国土啊，从20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了350万平方公里。似乎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国土几乎一下子增加了一倍。但是这个胜利的代价是什么？中国的领土面积确实增加了一倍，但是人口从汉武帝鼎盛时期的3000万下降到汉武帝末年的1500万。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这场胜利的代价是非常惨重的。就是这样吧，汉武帝是一个争议很大的皇帝，支持他的人说他是中华民族以后将近2000年强盛的缔造者，反对他的人说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把文景之治的繁荣葬送了。汉武帝接手的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大汉王朝，他交给儿子的是一个民生凋敝走下坡路的汉王朝。他那么强烈的反对和亲，但是晚年仍然不得不和匈奴和亲。实际上发动对匈战争的汉武帝也是和匈奴和亲最多的一个皇帝。就是这样，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完全取决于国力，也不完全说有多少士兵，不是这个问题。汉武帝一生跌宕起伏，领导这样一个国家并不容易，甚至于很艰难。敌人和朋友都是暂时的。我们讲霍去病传，这是年轻时候的汉武帝。我们跟大家讲司马迁传，那是老年的汉武帝。霍去病的意气风发和司马迁的幽怨哀婉，其实那都是汉武帝的心情。今天咱们得到一个好消息，是吧？哎，司马迁传通过了审核，即将上线。咱们的霍去病传讲完，跟着霍去病传后边就是司马迁传。汉武帝啊，掌柜这一回终于可以把它讲完了。有时候真的觉得太难了，是吧？汉武帝不容易啊，真的别对他太苛求了。掌柜看汉武帝一生的时候，我就觉得汉武帝遇到的最大的麻烦不是匈奴，是身边这些人，是吧？史记中关于张骞的事情我们讲过了，默读单于死了以后接班的是老上单于，是吧？现在匈奴的王庭就在今天咱们中国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老上单于也死了以后，汉武帝时期啊开始的时候，这是君臣单于，这是默读单于的孙子。张骞走到河西走廊，就是现在宁夏的时候，就被匈奴抓起来了。这就说明到那个时候，匈奴已经控制了整个的河西走廊，就是张骞向西根本就绕不过去的。汉武帝就算是失去了张骞的消息，张骞是十几年以后突然又冒出来了。啊，他一直就被关押在匈奴的王庭以北，一直到匈奴爆发内乱，是吧？哎，《史记》当中讲了吧，君臣单于死于内乱，
在内乱中被杀，张骞他们才趁乱跑了出来。张骞他们走，这是建元二年到建元四年，汉武帝还进行了一次和亲，汉武帝还表面上和君臣韩愈友好呢。到了建元六年，窦太后死了，汉武帝获得了政权，终于汉武帝说了算了。他说了算，在第二年，元光二年，汉武帝就开始密谋进攻匈奴。所以这场汉匈战争是汉朝主动挑起的，主动是汉朝主动挑起的对匈战争，开始于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啊，从哪个方向说，汉朝都比匈奴强大。既然我们强大，为什么汉朝还要当女婿呢？史记中跟着就记载了汉匈战争的开始事件，就是所谓的马邑之围。马邑之围开始，就是从马邑之围开始，汉匈战争爆发，一打就是40年。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匈奴列传中，马邑之围开始以前，是吧？这里记录了汉家朝廷上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特别重要。汉朝这么强势，面对匈奴啊那样的欺负，是吧？这就叫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哎，竟然汉武帝与匈奴开战的这个想法啊，居然遭到了几乎所有将领的反对。以后是吧，咱们会讲这个韩国以后可能会专门有一集讲，咱这提一句，韩国这算是汉朝见过世面的武将，也是大小战役打过无数的将军，更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哎，这个时候韩安国竟然反对汉武帝出兵匈奴，哎，他提出了不要与匈奴作战的理由就是三条。这三条大家仔细想想，韩安国说的对还是不对？第一条，就是匈奴人是游牧民族，他们到处走，是吧？我们的军队就算进了草原，你很难堵住他们，因为草原无所谓路，更无所谓边界，你根本就找不着他们。你就算找着了他们，他们又跑了，你就堵不住他们，没办法消灭他们。他们连给养都不用，是吧？我们可是咱们汉家的部队，可是需要吃粮食的，所以我们也无法久战，很难找到他们，我们又不能长期的找下去。所以在战略上，韩国说汉家进攻必败。第二条，韩国说的啊，他们这么牵着我们走，我们是外线作战，是吧？草原的地形那么复杂，特别适合骑兵作战，我们很容易吃亏，他们是骑兵，我们是步兵，以步兵为主，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吃亏，真吃亏的时候撤都撤不下来啊！几乎咱们每次找不着敌人那是小事儿，是吧？经常这样战争的结果是什么？是全军覆没。第三条，就是战争的目的是什么？草原根本，现在剩下的草原根本就不适合耕种，就算咱们赶走了匈奴，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利益。就是说战争一起，经济上付出极大，但是打匈奴最终得不偿失，而且就算占了匈奴的土地，咱们守不守呢？如果防守，那就将消耗大量的物资，这个费用算下来根本就不合算。韩国最后其实说了一句话，就是进攻不如进贡。其实韩国说的没错，这是在此前几千年汉民族对匈奴战争经验的总结。所以当时的将领都认为，对我们有利的土地我们已经都占据了，剩下的都是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了，所以守住现在的地盘就好。这个时候有个大臣，是吧，叫王辉。王辉啊，是咱们这个故事下一回的主角，咱们下一回专门讲一回王辉。这王辉身上的故事可多了。王辉提出了一个计划，这就是马邑之谋。马邑是个地名，是吧？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山西朔州，大概位置就在大同和太原之间。
在战国和汉朝初年，这是代国的一个重要城市。咱们以前讲这个韩王信投敌，就是在这个马邑，陈豨叛乱也是在这马邑周围，就是马邑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啊。以前咱们讲过雁门关，哎，实际上雁门关就在这马邑附近。王辉提出的建议就是呢，马邑现在被汉朝占领着，但是马邑这个地方对于匈奴人来说很重要，一个这是匈奴人进入内地的一个重要关口，占据马邑匈奴人就占据了主动，那时候就是匈奴啊，什么时候要抢就什么时候来的问题。另一个，马邑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边境贸易城市，这里商贾云集，匈奴人要是真的能在马邑抢一票，那会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很大的收获。所以王辉就提出让马邑这里啊，咱们在这里搞一个诈降，然后汉朝军队在马邑周围设伏，伏击匈奴，一举消灭匈奴主力，这不是就解决了韩国说的三个问题吗？你韩国不是说找不到吗？那我现在引诱他们来，你不是说步兵打不胜骑兵吗？咱们找伏击战，这骑兵你总跑不了吧。这个计划立刻就被汉武帝接受。你就从这件事上来看，汉武帝这个人真的跟大家说就是笑面虎，是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汉武帝一上台摆出的态度全是对匈奴友好，在不到的十年的时间里两次和亲，跟着就是开放汉朝对匈奴贸易，而且以特别高的价格从匈奴购买大量战马，以特别低的价格向匈奴供应粮食和布匹啊。匈奴人其实很喜欢汉武帝的，一开始是很喜欢汉武帝的，认为这是一个很懂匈奴的汉家皇帝，是一个对匈奴友好的皇帝，或者他们认定啊，这是一个比汉文帝比汉景帝更软弱的皇帝。谁也没有想到汉武帝微笑的背后会有这么狠的一招，其实不仅仅是马邑之谋。我们现在说一带一路，咱们总提到张骞，是吧？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创了丝绸之路。跟大家说，张骞是建元二年汉武帝派出去的，他出去的目的不是为了友好，不是为了开创商道，张骞出使的目的是寻找一个匈奴的敌人。张骞出塞是寻找传说中的大肉汁，他的使命就是联合大肉汁夹击匈奴。汉武帝我跟你说这人很厉害的啊，就是冲你微笑，但是在身后的那只手里总是捏着刀的。匈奴最后真的就上当了，被马邑吸引来了，但是一旦说但是就完了，是吧？但是最终马邑之谋没有达成，计谋被匈奴的单于识破，史记中记录了这个识破计谋的过程。这件事啊，其实大家看那个匈奴列传的时候啊，大家想一件事，这件事特别蹊跷，这一定有事儿。首先就是汉军埋伏在马邑周围，对民众是做了控制，把这里的老百姓都集中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单于当时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景象，就是怎么满山都是羊，可是看不到牧羊人呢？这其实是说明汉军当时的工作做得很细致，最终不是老百姓走漏了风声，但是没有老百姓也是疑点，是吧？单于就觉得警觉了。跟着大家听，奇怪就在这里。奇怪的是，在一个被放弃的城堡里，匈奴人找到一个没走的汉军校尉，这个校尉告诉单于前面有埋伏。实际上这已经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了，因为此时的匈奴军队已经进入了伏击圈。现在消息走漏了，匈奴人是连夜向后撤军，这就坑了那个出主意的王辉了。王辉被安排在最后搞伏击，是吧？打伏击，王辉是最后记口袋的那个人，啊，截住匈奴的后队，
他和李广两个人负责截住匈奴的后队，收辎重。他是眼看着匈奴的大军进了包围圈，辎重一过来他就准备放火了。我估计火光可能和浓烟，这就是半夜里各路大军连夜围攻匈奴的信号。但是问题是王辉就没有来得及放火，匈奴大军过去了，可是半夜辎重还没有到的时候，匈奴人就撤了，又回去了，所以王辉没有能放火。王辉战后的解释说我没有截杀匈奴，是因为我只有3万人，我面对的是10万匈奴精锐骑兵，我如果贸然出击一定会兵败。王辉在这儿没有细说，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儿，就是汉朝是有法律的，作为将军如果你打光了部队而没能堵住匈奴，你也是死罪。大家明白吗？王辉此刻叫进退两难，甚至于怎么做都是死路一条。他的选择最后是不做无谓的牺牲。为什么说坑了王辉呢？战后王辉承担了全部责任，主意是你出的，可是临阵你畏缩不前。这个时候就不说别的了，就是说是你王辉放走了匈奴，其他的四个主帅都说我们因为王辉的畏缩是吧，没有挡住匈奴，我们最终没追上匈奴。王辉最后被冤杀，马邑之谋马邑之围就这样结束了。汉武帝的心情肯定不好，因为他心里一定明白，因为处死王辉是他的命令，王辉为什么死是吧，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战役，就没有打起来。但是就是马邑之围点燃了两场战争，一场是明面上的，就是看得见硝烟的战争，这是汉匈战争。随后匈奴连续发动对汉朝的进攻报复，从马邑之围开始，汉武帝也撕下了和匈奴亲善的伪装，对匈奴大开杀戒，是吧？以后汉匈战争汉朝这边的办法就是四个字，斩尽杀绝。而匈奴也被汉武帝激怒了，再也没有什么和亲的机会了，现在你死我活吧。在汉武帝身边，这是那场看得见硝烟的战争，同时还有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就是大汉王朝到底谁说了算的这场内部争斗。马邑之围点燃了汉武帝和武将们的一场夺权，围绕军权。汉武帝现在清楚地看出，我要是手里没有握住军队在手，那我寸步难行，所有的事都会是马邑之谋。你仔细看吧，马邑之谋到底为什么失败。王辉之死让我们第一次看见汉武帝的狰狞。从下一回开始，咱们就放下匈奴。匈奴啊，咱们说两句就得了，大家有兴趣去看书吧。我们的故事啊，他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都还长着呢。咱们先讲讲汉朝的内部斗争。要不讲这个，你可能搞不明白为什么霍去病这样一个少年英雄他能横空出世，这在别的朝代根本就不可能想象。哎，下一回咱们就讲汉武帝身边的内斗，我们讲王辉之死。好了，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回继续。